为致敬李小龙，紧身鞋，穿紧身衣，又穿尿布。我上半身已经穿得很时尚，那还是最抢眼就是鞋子这一块。这双鞋是不是让你想到某个人呢？沃伊威四号现身日本品牌鬼冢户全新太极鞋绿发表会，穿的正是向李小龙致敬的黄黑鞋款。该系列鞋共有四种不同颜色设计，在保留品牌复古风格同时，加入现代线条装饰，并采用 Overlight 鞋垫带来缓冲。穿上这双鞋有什么样的感觉？穿上这双鞋子之后，就发现其实有登上我偶像的那个感受。那时候接到会不会是那个？我会很尴尬，所以如果真的要穿的话，就真的要穿尿布了。太经典了，我没有办法驾驭到他那个态度。态度没办法驾驭没关系，武术是可以向妈妈学的哦。所以一开始是妈妈教的。对，包尿布都已经对这个有兴趣了。其实基本上是有教武器、剑啊、棍啊，然后太极，也应该没有到太激烈的动作。就想要练成他那样子。要花更多时间，更多精神。哇，为了下一部戏，可能没有那个时间了。时尚动新闻报道。